回家了吗？哇，好酷啊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他要扇我一巴掌，肯定很痛。我能。 好，你快乐吗？今天非常快乐。你现在就是我是孙阿姨，你是于阿姨，我们是这个宿管阿姨。阿姨，好难。坐来坐这里，跟我张三丰坐在一起。让我来看看谁比我丑，我坐他旁边。哦，是你。哎，怎么了？空出了位置，谢谢。你紧张吗？我现在还好了，是因为看到了我，是不是？ 这个节目是这样，我第一次录节目，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不是这样，可能我就是这样了。你看你多幸运碰到我，我是不是马上就要见到 Lisa 了？我好期待啊！ Lisa 老师的舞台在我心中数一数二，我是想像 Lisa 老师那样站在那个舞台上放光放热。 看看现在谁起床了，有没有那个洗清点音乐？我们来给他唱《Yes OK》 吧。Yes OK 之后，然后咱们就开始主持那样子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只有伴奏，可以，没事。那我们清唱，然后领导你来说。好。当时就一直听在有个人在我旁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给我讲讲讲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被你弄得更紧张啊！然后手在抖，别害怕，别紧张啊！什么还不来呀？不紧张，脑袋疼。但是我的头发这发型有点丑，我也。 哪像你们两个，还把那个头发弄卷了，给我拉直。怎么还不来啊？Yes, OK. Did you sleep well? No. No? Because my roommate very noisy. Who is your roommate? 空虚儿 and 赵小棠. So, are you guys ready? Yes! Good, okay.
上台我一定不紧张，我要努力加油，破茧成蝶，然后变飞蛾。接不下去了。好，请另外一组训练生准备一下。我紧张，我害怕。第一次对他改观是有一次，就是我们宿舍的这个窗就打开了关不上，然后呢他有一次在那边这样子狂，然后呢他就突然间爆吼一声说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砰。孔雪儿你还有这样子的一面，因为那天就是很冷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伴着 Yes OK 的旋律，我们又是远近满满的一天呢。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呀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等会要比较高端的那样子走进去，然后坐在他旁边。我现在特别紧张，快到了我就紧张。老天保佑，不要摔跤，不要那个卡在舞台上，不要唱错。我不行了，我是不是还是闭嘴，不要跟你聊天？对，我现在有点昏迷。好的。不能翘二郎腿，不能翘二郎腿。我没有翘二郎腿哟。什么时候是演了一部情景剧吗？各位老师好。我是来自华策影视的训练生于舒希。你很紧张吗？非常紧张，我以为我走错了，太吓人了。可爱。OK。往哪儿走啊，大哥们？往哪儿走？小唐你快点，你慢一点，你跑太快了，我的天啊。我要卸妆睡觉。于舒希大家，于舒希，于舒希，哎气死我了。百米冲刺短跑成功耶、yeah。